除咗我把聲之外咧，我都想人哋中意我坤哥嘅形象。我記得小三、小四係鏟過啲綠軍裝之後咧，咁就一直都係留緊呢個斜音嘅。咁其實咧，就可能大家一直都覺得我比較藝讀啦，又或者鄰家男孩嘅感覺，其實我都想開始，即係唔話一定要改變曬自己嘅，可以留自己嘅一啲本質喺度。咁我都希望可以有啲新嘅轉變啊，新嘅嘗試，或者可能唔再齊音，可能三七分界又得，即係總之有啲改變俾大家睇到。其實咧，由之前一個比較齊音嘅感覺啦，而家可能已經露翻少少額頭出嚟咧，已經有好大嘅分別啦。其實我覺得就係清新咗啦，同埋型咗嘅，終於脱離咗一個藝讀嘅感覺啦，亦都唔係 MK 嘅感覺啦，有翻少少時尚嘅味道，即係唔係一個可能著起龍袍唔似太子嘅感覺。